《蓝海美人鱼的神话》。照灯，继续用咖啡色画出尾巴的纹理，增加细节图案。照灯，接着在鱼尾巴上半部分刷出光疗胶。再沾上亮片，做出闪闪发光的鳞片效果。照灯，然后再用人鱼粉为下半部分上色。照灯，在其他甲面上点上光疗胶，旋转拉出水珠图案，注意水珠花可以有大有小，效果更逼真哦。照灯，最后为水珠点上封层，照干就完成了。蓝色大海，闪亮的鱼鳞片和立体水珠都是这个款式不可缺少的元素哦。